主料水饺十个，辅料油醋二克，香油一克。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十分钟内。热锅热油，小火放入饺子，不停的转动锅，防止粘连。看到了一面煎烤板粘在金属即可成品。喜欢的可以沾食醋和香油汁食用。烹饪技巧一定要小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